你好，我叫 Badrul 阿敏，我21岁了，我住在雪兰莪。你好，我叫穆罕默德·阿兹·阿克曼·宾·阿卜杜拉赫曼，我21岁了，我住在槟城。马云，你好，我下午就你家，再见。Naim, Kija Zainar. Legend.世界睡觉有了今晚。是谁呀？伯父，你好，我叫阿迪。阿迪，你好。欢迎你来我的家。我要见好朋友Naim。啊，你是Naim的好朋友。谢了伯父，现在Naim在家吗？在，他在家。谢谢伯父。你是马来公益大学的学生吗？是的，我是Naim的同学。你今年几岁了？我20岁了，我1999年出生。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有，她叫 Fas， 她很漂亮。你的家有几个人？我的家有6个人。你的家有什么人？我的家有大太，2个儿子，2个女儿和我。你的长子结婚了吗？还没有，他还没有结婚。对不起，那你叫我了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没关系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